这鸡腿是给我留的吗？你给人家去家摔鸭一个。啊？你哪去了？没找着，去家摔鸭一个。那我来一个吧，这大鸡爪子也挺好。那行，我个。哎，这姑娘吧的，吃鸡爪，你俩吃吧。啊。你大姐买的溜达鸡。你老不问你大姑。哪是溜达鸡？嗯，溜达鸡爪。咱养的。咱替他吃。嗯。你知道我今天原来买大鹅，那时候把那小鸡儿炖得了。对，吃了，快吃了。我妈大鹅炖得好吃。大鹅不好吃。没感觉吧？不好吃。好吃。明天吃烤肉吗？拍你视频得了，你还来当啷来一句。明天带你们出去吃烤肉去。我明天值班。哎呀，行。十一的，十一好吃。为啥？把你给家没出去，十一还不服务呢。十一，我带你上东河旅游去。东河？南河？南河不去。上龙江大坝。